观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顶级站立格斗赛事昆仑决，这里是意大利站的比赛现场，70公斤级的超级战苏波邦出战。啊，苏波邦的高扫真是神出鬼没啊。对，而且我们看进行到现在，对手比他高那么多，他一直在把控着这个节奏。其实我们不是说从步法上这个节奏，你们要注意看苏波邦这个出动作的这个节奏，他的动作一定要是在压制到你的半个点上，这个节奏啊，对，主动进攻也好，反击也好，一定要压在对手这个点上。哎，对方现在还击速度要快了好多啊。嗯，鲁伊兹也是加强了一些进攻。哦，就是这种腿法很危险呀。我们看到鲁伊兹的后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现在节奏又两个人又缓下来了。嗯，其实像苏邦这样的选手啊，你只能让他尝点苦头，整个的比赛节奏才能会更快下来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刚刚那个后手追击做得不错，虽然没有击中，是，但需要有这样的动作，你多打出来。你看，包括刚刚这个吸法迎击，苏邦打拳的时候吸迎击就上去。对，这还是要有这个给对方感觉到自己是有杀伤力的。这个我讲到去年的决赛，苏邦打决赛啊，嗯，打完决赛之后，波球作为他的亦师亦友吧，嗯，然后跟苏邦讲了一番话，我这边传达给观众朋友们，他说。你不要去在乎输赢，虽然是决赛，但是你要知道观众朋友们是要的是什么样的比赛。嗯，因为啊，比赛结束啊，就是两人站的角度不一样，对，重视很大，但是首先你要知道观众需要的什么样的比赛。当时在休息室里面，波球是非常就是严肃的跟去跟苏邦讲这些话。And the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, Super Bowl Butchabay!